双手抱着白色水槽，马斯克走进推特总部，笑容满面，还在推文上写了一句英文谚语 Let that sink in， 代表好好思考就能理解。 Sink in 是理解意会的意思，而 sink 也有水槽的意思，马斯克才会刻意抱了一个水槽。世界首富马斯克27号完成440亿美元，约台币1.4兆的收购案，正式入主推特。 And he just tweeted the bird is freed。而马斯克当上推特老板第一件事，疑似就是把多名高层炒鱿鱼。消息人士指出，包含推特执行长雅格拉沃、财务长希格尔，还有法律事务和政策主管盖德都被解雇，有些人甚至是在旧金山的总部被请出去。马斯克曾经指控这三人在推特垃圾账号的数量上误导他和投资人，高层疑似被清理，推特员工也很担心饭碗不保。A Musk-owned Twitter is likely going to result in even more chaos. Employees are already worried about massive layoffs.At the company, and that is a valid concern. 拥有2.3亿使用者的推特，在马斯克入主之后，是否真能如他所说，让推特这只鸟儿自由，有待时间验证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